欢迎来到穿越康熙。好，今天要穿越什么呢？今天要穿越的东西呢，就是我们康熙里面有很多的做了过很多的调查局。那玉莹哥本身也参加过很多次吧？好像大部分的调查局都有参加，而且调查局越做越精进啊。早期就是来啊票选，那到后来呢，还会出 VCR 去拍，对，找我们去制作单位啊，或者去哪里啊，对，那结果就偷拍。用偷拍的方式，看我们当时的反应，那以至于在调查过程当中录影的时候，我们讲的头头是道，不料偷拍影片一播，整个傻眼，因为跟我们满口仁义道德讲的都不一样，就假道学嘛。对，那玉莹哥，那有没有譬如说哪一个冠军是你觉得是根本就是你觉得很不公平？冠军哦，我觉得每次只要牵扯到人夫，那正直的啦，或者是什么不会离婚的啊，什么干嘛这一类的哦，好像这个艺名达敏他们呢，就常常容易得到第一名。哎，对，哎，然后很多很多那种调查，那我觉得是这样啦，在调查有的时候呢，印象分数很重要。对，那艺名达敏，因为他们就长得帅，是啊，好像帅的人比较不会做坏事。对，那你的那种荧幕形象就很差。对，大家都会投你说你会离婚。对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啊，已经转眼间已经五年了，五年了，那个调查局到现在五年了，我都结婚五年了，对，好，我婚姻呢还是很幸福啊，结果那些投我票说我会离婚的人，自己离了，自己撑不住啊，就先离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，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这印象呢有时候是不准确的，做个参考而已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那今天我们节目呢来了一位重要的来宾，这位来宾呢，他荧幕上面的形象跟他私底下的形象完全是符合的。他吃亏也是吃亏，在做连长的坏。所以呢，很多事情呢，好像都加注在他身上呢，都不是那么确实。但是我要讲一句话，他是一位真男人。对。他非常的真实，他上节目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私底下也是这个样子，完全不造作，对，表现他自己本来的个性，对，而且他有一句口头禅，对，莱西呀，那你再模仿陈忠勇看看，看，都是鸡呀，怎么有点像？有点像，那我们欢迎赵哥。赵哥，哎，两位好，两位好。你会不会很困扰？那个汉姐每次都把你丑化。其实汉姐，你要稍微改一下，改一下子。那个是最早我刚出来的样子，对。其实现在慢慢都变了，现在比较温和一点哦。你看你那时候那个汉的时候，我还没戴眼镜，现在都有戴眼镜。对，现在戴眼镜就看起来就是比较慈祥。戴了眼镜后再也没有汉那个。真的比较少啊。对啊。赵哥也参加过很多的调查局嘛。对。最少四次哦，三四次。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？我觉得你们两个之前有。不是有一次是 PK 吗？有，对不对？人气上面的考验，2013年的时候，好像是2013年的。然后你们还上网去叫粉丝要投票，什么什么？我们上网去叫粉丝投票，不是吗？是粉丝自动自发的，就你们不是还有发文？然后没有啦，然后后来因为粉丝各有支持的人呐，好，所以可能就是我的粉丝去他那边留言，他的掀起一阵口水战。对啊，但那也过了啦。这个精彩片段，等一下我们也会看，也会回顾一下。对啊，对啊。OK， 那我们先来回顾第一段，这个当时的调查，这个叫做是这个，如果他没有。结婚是你最想嫁给他？哎呦，非常的精彩！我好像本人也有参与在里面，那赶快来欣赏一下。徐忠和还给了一个低分，是给亮哲，理由是知名度很低。你干嘛？你是很急啊？不是我，你干嘛上台？人身攻击的句话。其实这个是跟你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观众比较不了解他。你知道吗？就是不知道怎么评分，所以先把它放在这里。知名度低等于经济能力低。如果问网友的话，网友可能不太知道亮哲是哪一位，就会没有把票投给他的意思。对对对对，我是这个意思。亮哲的填表里面看得出来，他正在演艺圈奋斗中。因为他有分析一下你们几位的那个工作的收入的状况。哎呦，然后有认真在做。他就有提到说，因为宋一鸣是八点档的演员，所以经济稳定。所以他也知道外景主持人可能比较不稳定，是这样吗？你是银行专员要放款是不是？亮哲，你真的觉得会稳的市场分析？你真的觉得八点档演员比外景主持人稳定是不是？因为我其实现在也有在接八点档，所以自己忽然发现收入变多，相较之下，好前辈在。对，相较之下可以养活小孩，其实是八点档。我真的搞不清楚十个人当中谁比较厉害，应该曲哥吧，应该是辉哥吧，还是侯昌明吧？应该是侯昌明吧？辉哥跟洪昌明，我觉得宋一鸣应该很厉害，我还 OK 了。因为如果照他讲的话，是八点档的男主角的话，就是因为你多年来就没有断过八点档，我十年都在拍八点档，的确八点档是。那你一定最厉害啊！还没有，因为可是有人家房地产投资有的。
从事25年到今年才第一次演男主角，你演男主角演那么多，屈哥应该很厉害吧？没有，屈中文这个综艺的很稳定。屈哥，请问主持人比较收入稳定，还是八点档男主角？我觉得都一样稳定，因为是天天播嘛，八点档跟对不对综艺节目，所以要主持天天一样。但是这个有一个不一样，就是说这个拍戏比较累，拍戏非常累，对，拍戏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，时间也比较累，所以主持比较主持是比较轻松负荷一点。Are you an orange？为什么偶尔去代言橘子类饮料？香吉士可以跟农会谈一下，一个叫屈哥香吉士，屈哥已经很用力在避了。刚刚那庭长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先避了很多了。好，你们十个人互相选呢，认为演艺圈的50位单身的女明星，在考虑如果你们还是可以结婚的情况之下，他们最想嫁的是你们其中的哪一位啊？那你们互相选出来之后统计的结果呢？嗯，屈中和，你觉得你自己在前半段还是后半段？我有可能是前半段哦。第一吗？这倒不认为。你觉得第一名是谁？我觉得第一名还是辉哥哎，因为我选的就是辉哥啊。所以辉哥是女明星最想嫁的一个。对啊，他的感觉啦，我的感觉啦。是因为辉哥跟屈哥讲真的，他们两个的样子不是差不多吗？还有长相跟风格，个子比较，颜值不一样，他是举例。你会有觉得自己第一吗？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在后半，因为太客气，太无趣了。没有，真的太无趣了。是因为你们年纪都比较大，人家一定会投你们的。宋一鸣，你觉得年纪大会在前面？我觉得年纪大会比较前面，那我觉得我应该中间。宋一鸣，是你如果输给唐志忠的话，你会觉得？我觉得 OK， 因为志忠，我讲一下，我那一次跟他参加一个婚礼，他从头到尾都在讲小孩。我觉得这个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心服口服。对，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除了孩子没什么其他话题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男生互选的第一名是谁吧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觉得第一名是谁？辉哥，辉哥，请看。谢谢我第一名，然后小 S 面有难色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要亲一下口水而已。因为你就是被他们认为很稳重，对，好像选你。对，而且台风天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他们家种一些什么菜啊？不是因为你年纪最大。好，来，我看看第二名吧。伤脑筋的时间到了，第二名到底是谁呀？谁呀？请看。所以宋一鸣，你觉得你会到很后面吗？没有，如果大家这样选最后名，我也接受啊，我觉得 OK 啊。我觉得你现在开始有点不高兴了。不会，完全不会。那你就跟上次我们调查结果差很多。你知道圈内跟圈外的看法是有很大差别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你觉得他们嫉妒你？不会啦，因为你看我同学也不过选我第三名嘛，应该给你第一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第一啊！哦，谢谢。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在生气。宋一鸣不会，宋一鸣如果垫底会翻脸吗？不会翻脸，我就尊重大家的选择啦。不会，真的不会，应该不是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是谁。第六名是谁？请看。OK。OK 了，中间的就勉强错过前段班而已。对，老婆们，十位男士不太需要把这个放在心上，因为是你们互相选的结果，所以等一下那个我们问的50位圈内的女明星呢，可能他们的投票对你们来讲意义比较大。到底在这50位女明星心目中，10位男明星如果未婚，会最想嫁给谁呢？而女明星的投票结果又会和男明星们相互预测差距多少呢？我们演艺圈的50个女明星呢，他们选这10个已婚男性当中最想嫁的人当中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名是。第六名好刺激，一开始就看第二名，请看。哇！很前面哎，这怎么会这样啊？第六名就在那边 give me five。所以各位大人，就是原来打算让他垫底的希望已经破灭了。傻，真的。那你像我们压力就很大哎，特写像潘老师。那我应该我什么好绿？我有什么好绿？我还 OK 啦。好，那目前为止已经揭晓了名次当中呢，
辉哥应该还是大家众望所归的第一名，应该是，对，应该是吧。可是你觉得你在演艺圈跟他们不熟？你不要客气了，没有，真的，不熟可能比较有人不好意思给你负分，对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也是很分数很高的原因。好，妖怪，我们来看第一名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到底是，请看。只是调查，所以你分数高是因为正分，因为最近台风季节嘛，种菜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许杰辉的票。许杰辉，辉哥，辉哥吧，辉哥，辉哥吧，许杰辉，辉哥，辉哥，许杰辉，辉哥，许杰辉，辉哥，感觉是嫁了一个会赚钱，但是又会种菜的农夫，是不是很 perfect？当然，我觉得假如有一天心情不好，他可以模仿的歌王永庆。我现在模仿个谁谁谁来让我逗我开心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幸福。因为呢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成熟稳重的男人，然后又很顾家很安定，然后虽然他会喜欢做一些老人家的活动，比如说种花种树啊，但是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找结婚的对象，好像就应该要是这个样子比较稳定。有一些票还不错哎，潘慧茹那票还不错，潘慧茹那票不错啊，大牙啦什么麻衣都不错啊，所以都是你不熟的人，可是大家好像对你种菜这件事情印象深刻。潘慧茹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我有去帮忙 ，OK， 就是在那第一发生的时间，她打电话请我帮忙，我就找很多人去帮忙，所以刚才是报恩的一票。好，哎呦哇。这个辉哥算实至名归了。如果以结婚的对象来讲，因为我们总是要嫁给一个成熟稳重、成熟稳重啊，负责任啊，对啊，而且又种一些自己的蔬菜，对呀，所以那个发生灾难的时候呢，也不愁说吃的问题，对，因为自己的田里面就可以种菜来吃，对啊，可以生存下去，对呀。如果是票选的话，如果你最希望是哪个女艺人投你一票？哪一个女艺人投我一票？哇，这里面人太多了，一时之间，小 S 啊，小 S 投我一票，会觉得你是最适合那个，对，适合结婚的，因为 S 姐每次都一直说我不好，对，那我想要，但你是真不好啊，我不错啦，赵哥，你会希望哪个女艺人投你一票？要刚刚那里面的女艺人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那当然，如果有林志玲参与这次投票的话，当然林志玲。我是蛮希望茱莉亚·罗伯兹啊，你可以试的。有茱莉亚·罗伯兹有中文吗？讲的也太远了。对啊，他有来台湾吗？对啊，他有看得上这节目吗？他有看过康熙吗？聊天嘛，聊天怎么总是这么认真呢？聊的比较近一点的好聊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也有做过人妻的部分。对，就哪一个女艺人，她还没结婚，你会想要追她？对，就是男艺人来票选，男艺人来票选她。对，然后那一次我记得。好像那个陈伟霆跟洪柏荣，哦，这算是妯娌之战，妯娌同时现身，是，然后也产生了一些火花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调查局篇。这个选拔很可怕，是他们大嫂跟弟妹会有一个排行竞争，是其他班也有。而且万一他们俩名次差的很多，因为他们本身的老公都很爱面子，本来我一点都不觉得怎样，现在突然觉得怎么？因为如果输了回去跟先生怎么交代？其实还好啊，都没有想过，没关系吗？应该我觉得还好吧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。所以有自恋狂的是你老公还是他老公？其实两个都有自恋狂，只是我老公稍微严重一点的不同。十位小姐呢，你们彼此有互相先评价了一下彼此在男性心目中的魅力如何？对，陈慧琳小姐呢，她很礼貌的给了洪柏荣第一名，为了家庭和谐。不过她对于李永贤的形容很有趣，她说李永贤是一个忠心的女人。在求学的时候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各自后来在演艺圈都发展得很好，居然她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永贤这么漂亮。他还是愿意再继续跟艾利克斯，然后又远从美国又来台湾，我觉得很不容易啊。所以你是说，他如果照他漂亮的程度跟事业成功的程度，应该是把他甩掉吗？他是这样讲，我觉得香港发展，他对，因为我
我知道他又好像去过别的地方，我觉得他应该机会很多。一开始他先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们尽量在一起，如果你有碰到什么状况，我们再聊。嗯，然后就刚好那一年第一次分开，我有跟他说，反正我这么年轻，我想还是多看看。那他是觉得 OK， 反正我没有做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啦，所以就那时候我很多姐妹的朋友们都会介绍很多男生给我。嗯，那我就是会尽量就是跟他们聊，但是怎么聊都会一直想到艾利克斯。然后就一年之后我，对，我觉得很糟。那一年认识这么多男生，都比不上艾利克斯，所以后来是，看来之后他多感动啊！我是神经病。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？什么？现在还是有这种感觉吗？只能想到他，无法对别人心动。没办法，他现在艾利克斯也他现在只有一个心动，就是格雷。什么？格雷的东西。我有事啊！我其实我每一次就是有新认识一个男生，我都会尽量让他有机会。可是比如说长得很帅，但是可能个性方面就是不好笑，或是就没那么 man， 就是一直觉得，哎，你怎么会差了这一部分？我觉得永贤现在应该是有合约的压力吧，因为他。本次主题为女明星若未婚，你会最想追谁？马上来看下去喽。我们妯娌的第一道裂痕出现了，就是陈慧琳刚才把红白狼列为第一名，把自己列为最后一名，所以需要努力的把她的弟妹捧到最高的位置去。我现在手上拿的是红白狼的牌子，红白狼却没有把陈慧琳摆在第一名。红白榕摆在第一名的是李永贤。红白榕有，谢谢。红白榕有没有把陈慧琳摆在第二名吗？没有。第二名，红白榕的第二名是艾迪。哦，是怎么会这样？你这样跟大嫂故意的去吗？也不是啦，因为我是自己人，所以其实你在听他讲话。对，他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啊。第三棒通常比较强，我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抢跑道。你听红百荣对陈慧琳的称赞哦，他对别人的称赞也都是讲说，比方说他对 Ivy 的称赞是说楚楚可怜，男生都很疼爱他。可他把陈慧琳摆在第三名，是说他是一个多功能的女人，可以当司机，也可以当会计，完全没有提到外形吗？还可以当美，第一个我说外貌好，能力强，又可以当司机，又可以当会计，又可以还可能这格子太小写不完，还可以打杂，然后女佣，然后再对，是多功能的。你这个是在形容手机，不是在形容。OK 的，这个手机人人都要有的嘛。哦，露露把自己摆在第一名哎，真的。不是因为我。我要解释一下，在排的时候我就每个排到后来，那工作人员就问说：“那你自己呢？”那我说：“哦，对，好像在排名哈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那既然是排名，就把自己排第一呀。”通常工作人员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：“哦，那我们就排最后一个。”对，会说：“哦，那我们排第一个。”露露排在最后一个的是严丽婷，她说她讲话太直接，一定会有婆媳问题。你要知道，可是我们不是在聊这件事啊。婆媳问题跟男生喜不喜欢他有什么关系？没事，而且我婆婆很爱我，好吗？你只是讲。可是严丽婷现在的脸，我要解释一下，是外表看起来好像很直接，因为其实你结婚不只是你跟你老公，就是还是要有婆婆，所以我们是以大致上面就是大致上看起来。你跟我婆婆很熟吗？不是，但是是看从。而且严丽婷到底讲话是有多直啊？因为有连续两个人是形容一样的，所以他是怎么？他是脸臭吗？还是真的讲话很直？他讲话很直接，有杀气，是会不给男生说老娘我。对啊，在婆婆面前可以讲老娘我吗？我不行，我婆婆是老娘。是。如果是你家，我有老公。哦 ，Ivy 应该不会掉到最后两名去嘛，对不对？第三，所以那就只剩下谁呀？就百荣姐，你们三个，对，是我们三个，剩三个了哦。所以百荣，如果 Ivy 在第三的话，你有可能是最后哎。不可能。你就距离大嫂很远，是没有，这没有关系。不会的，你怎么突然间好好的？我今天还劝他们不要太紧张，因为你的
果有回去，要怎么跟老公形容啊？这不好，真的，我再严厉挺，我都没有办法形容了。对啊，你不用意外，你就是第九。哦，你看好，我们看第三名吧。我们看一下哦，第三名是谁？对啊，我第一次体验什么快，什么叫快要脑充血。艺人跟男艺人，好，没有关系，不一样。对，可是你们比较在乎彼此之间评价，还是等一下男生的评价？都在乎吧，男生都在乎。男生现在在乎老的，红板栗说：“等一下，男生的排行榜他要在前面才行。男生是会看外表的话 ，Oh my god！ 在我们要看五十位娱乐圈内的男明星对你们的评价的同时呢，我们在现场有准备了活体的样本啊，没有错。现在欢迎是单身男士们进场吧，是，是，耶。”真正有人没穿上衣耶！棒棒！哦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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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耶！局加强版依照惯例，现场将请来了三十位各行各业的型男帅哥，最后由他们票选出心目中最具魅力的女星。哇塞，瞧这么多人进场的气势啊！我相信这个女来宾们，哇，心里一定小鹿乱撞的呢。在这么多男生面前，相信他们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拉票，到底鹿死谁手，敬请期待。那这些都是单身的男性，三十位呢？全部都是真正在工作的人，他们当中有的人是业务人员，有的人是在半导体公司上班，那有的人要在去澳门赌场工作，里面也有脱衣舞男吧？请问，27号是做什么的？我目前就是还有在读书，那我现在是攻读硕士，然后什么方面的硕士？工业管理。工业管理硕士，然后你脱上衣干嘛？就平时健身就是兴趣，这样 OK。所以今天制作单位要求你脱，你也毫无没有抗拒的意思。就练这么久，也许就为了这一刻吧。旁边那个人，你再抖胸部给我试试看。21号，你是做什么的？钻石珠宝通路商，在卖钻石珠宝。真货还假货？真的有，GIA 认证。珠宝通路商，那就接触很多人气啊，所以你是需要卖东西给人气的吗？对啊，有需要去做一些沟通。所以你很会称赞太太们吗？基本上一定要，因为当你帮人气挂上项链的时候，可以顺便称赞他的背部肌肤吧。就是从后面帮他绕过去的时候，然后对称赞一下他。这合法吗？这根本就是诈骗，很正派，很单纯，对。正派。所以你现在可以对这个豹纹的斑马纹的红百荣小姐称赞一下吗？就是我刚刚一进来，就全部里面看到，就是她最有气质，真的很漂亮。对。怎么会用这种话讲出来？这边有戴项链啊，很漂亮。是这样，另外九个就不跟你买。业务人员做成一笔是一笔，顾不了你。所以我现在如果看第二名的话，你觉得是你吗？怎么刺激？要看第二名就对了。你觉得你不可能在前三，对不对？绝对不可能。所以你觉得第二名应该是谁？不是永贤就是 Ivy 吗？ Ivy 或是以柔吧。我已经第五啦。哦，你是。撕出来了，这边也有那个挡住。
所以你觉得可能是 Ivy 或是那就是 Ivy 班就是，或是永贤，凡哥是五十位单身男艺人票选排行榜的第二名，为大家揭晓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是谁。洪百荣刚才一点都没有准备，他要在第二名哎。然后我想大家都同意，唯零排的就是林永贤或者是 Ivy。你跑到前面来干嘛？好激动哦，好刺激哦！好好玩哦！整个人红过来。徐熙娣，你知道洪百荣第二名意味着他的大嫂得待在哪里才行吗？一定要是第一吧。陈文丽得待在第一吗？这会不会太逆天行事啊？大嫂叔弟妹，我觉得很难跟老公交代。不会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有压力。第十名都 OK 啊。如果刚才洪百荣落后陈文丽那么多名，就现在倒过来的话，会不会显得我们太恶作剧啊？就是怎么会忽然大嫂跟弟妹差？不会啊，因为她本来就非常的优秀啊。OK， 你现在很高兴他第二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刚刚在担心回去怎么办，是不是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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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觉得本来就是啊，他本来就很棒啊。OK， 你现在不担心自己吗？就做好第十名的准备就好了。你愿意垫底 ？OK 的 ，OK， 就是在老公心目中第一最重要。好会讲话哦。对。所以，万一最后一名不是你的话，你刚才那漂亮话就白讲了。OK 啊，我们要看那个洪百荣的票数来自于谁。洪百荣，嗯，洪百荣，洪百荣姐，因为我觉得洪百荣看上去就是一个贤妻良母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大明哥，我觉得百荣不错。你看那些人，你有感觉那些人喜欢你吗？没有哎。小钟或者是小马。完全没有。所以你很意外，在他们心中占有这样的地位。对，洪百荣在第二名，表示前三名去掉了两个了耶。那李永贤非冠军不可，不是吗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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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像这些男艺人都是认识这么久，然后我都一直跟着 Alex 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姐妹，完全没有这种。你现在在铺路，不要。没有。李永贤跟陈维林都很不像会待在第十的人啊，是，所以他们俩应该是竞争第一吧？没有，中间可能啦，我觉得中间啦，现在是剩第四、四跟六嘛。那你觉得谁冠军？没有适合当冠军的人啊。我觉得吧，维奇，因为他最年轻的，然后维持的非常好，就很嫩。我跟你们讲，维奇已经结婚了，你们觉得有点意外、有点惊讶的举手好吗？就是围棋是真假的，没有人知道。我跟你们讲，陈慧琳已经结婚了，你们感觉惊讶的可以举手吗？他如果还没结婚，大家才会惊讶。好，所以围棋要赢在嫩，是不是？所以冠军不是李永贤。对，因为我刚才忘了还有围棋这个人。板哥是。五十位男明星的票选排行榜，我们来揭晓冠军吧。我们来揭晓冠军，非常紧张的时刻到了，冠军到底是谁？男生这么很被料中，对啊，李永贤不是冠军，还有，所以男生还是要年轻的。李永贤掉出前三名，那是要掉到哪里去？我就是应该中间吧，应该。如果不是中间，不可接受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就会有点惊讶，就是。如果排到第十，最后就是四六跟十吗？四六八十，四六八十。对，如果是八跟十，会有点难过。那叫我们还没有出来的人怎么办？
小可，你是不是觉得照这个大逆转的状况，你可能在前面？其实我觉得问男艺人，我应该是最后一个。OK， 我应该是蛮后面。所以你打算垫底哈？对，没有一定的，红白龙都那样了。那现在讲什么都没关系。开心的。好，我们要看维基的票数来自谁。因为在女艺人里面，她算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吧，所以对男生来说还有一点点遐想的空间的。维琪的身材，张兆志熟维琪的身材。因为讲真的，我认识她上我们节目那么多次，我没有注意过她的身材是什么身材，没有，因为要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身材非常超好。维琪今天穿得很客气，对。微信，你可以站出来我们看一下吗？你可不可以站出来我们看一下？他的侧一点吗？还不错。所以那个袖子的洞是很有心机的，是不是？他很认真的去遮掩他的优点。可是这样会使太太们有点后悔自己已经结婚。就是你们这一集假装是要给人气一个鼓励，可是到头来也是在讽刺人气啊！真的。你们这一集就是我们的节目。何必把我们当敌人？第一名为什么会是维琪？因为他身材好，因为那一集的重点 focus 在他身材，很多现场的男性就说哇，因为他身材很好啊。男艺人在挑的时候还是有考量年纪啦，啊，年纪也是，对，还有外貌也是很重要，对呀。我洪百荣跟陈伟霆，你会选谁？伟霆太高了，我觉得百荣矮小一点比较好控制啊。对，就我的身材观点呢。那如果有一个问题 ，S 姐、小 S 跟林志玲这两个，都难哦。眼睛如果没瞎都知道选林志玲，因为她还没结婚呢。小 S 生三个还能用吗？那我讲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你以前上节目都不是这样讲。对啊，你以前对她没有。其实以前我上节目，我就说喜欢林志玲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他每次都不买。那你有直言不讳说跟小 S 说你生过三个小孩了？那你刚才说可以用吗？你讲这种话？对，你有讲过这样的话吗？我有讲过说他生过孩子哦。有。他生过孩子会怎样？我记得我有讲。会怎样？就不是，生过孩子不是什么样，就是他已经结婚了，没有幻想的空间了嘛。喜欢归喜欢，但是如果说真的，刚照你讲，林志玲跟小 S， 那当然还是要挑林志玲啊。如果世界末日嘛，刚刚不是前提在这里。对，可是林志玲比较老啊，对不对？老翁老爷可以拨头刀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回顾的这个调查局，调查局，哇，这个也是算是很大的一个梦魇，因为呢，那一次是要调查这个最正直的男艺人。哦，这个算是已经出狠招了，对，就是已经出动，就是说偷拍，就是说看到女色不为所动的啦。啊，那一次呢，为了让这个调查更客观，所以呢。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说有偷拍，干嘛呢？就是把我们找去制作单位，然后跟我们蕊说那个表演的内容是，然后呢找了一个性感火辣的女工作人员哦啊，然后看我们当下的表情跟眼神，看眼神有没有在瞄她的身材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她有小露这个乳沟这样哦，对啊，所以非常精彩的一集，来我们来一起来看精彩片段。康熙来了，针对这一次的主题啊，一共访问了50位演艺圈中的女艺人，然而在他们心目当中，10位男艺人，谁是演艺圈中最正直的男艺人，而谁又是最好色的人呢？让咱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前面几个被认为正直的人当中，你们觉得第一名会是谁啊？白云哥，最正直，白云哥，最不好色，最不好色，最正直的，一鸣，最不好色哥啦，一鸣哥，一鸣哥，跟这一集没有太大关系。宋一鸣形象太好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对，是胆子小，对，有色无胆。好，汉典，我们看第一名，我们看下第一名到底是不是一鸣哥呢？一鸣哥，一鸣哥。是一鸣这次得到的那个50位女艺人的投票当中没有负分，我们看一下投给他这么强，宋一鸣大哥是一鸣哥，哎，一鸣哥，一鸣哥，一鸣哥了，一鸣哥啦，一鸣吧，因为他有老婆妻管严嘛，所以他只能放在心里面爱的。一鸣哥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中只有上帝和他老婆，心无旁骛，没有别的女人，视别的女人为粪土。
一鸣哥吧。一鸣哥因为自从信了主之后，我相信就算是有女生脱光在他面前，他应该都不会怎么样吧。对，感谢你们，你们找一鸣哥来跟找许建国来有什么差别吗？所以你现在已经就是无害到这个地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觉得其实可想而知，自律就是你。再加上我太太，其实管我真的管得很紧。OK， 第二名我觉得毫无公信力，怎么办？不合理，这个名不合理，不合理，那一定是漂白过的。对，不合理。小姐，你觉得已婚的吧？你觉得这三个已婚的应该要排在后面那个比较好色的行列才对，对不对？已婚的应该已婚不是，所以如果他们出现在前面的名次，表示他们是漂白成功。没错，对对对对的。那请问你们对我来讲是一个侮辱哎？什么事？男生还是要让人家觉得有点好色。男生铁定是要好色才是比较有魅力一点。发泄到变成那个络腮胡了。对啊，你现在造型比较像痴汉。那个小马禁欲以后都要把长出来，我觉得禁欲以后胡子长出来。那个唐志忠的说法，因为就像女生得知现场的男性竟然完全对她没有任何的遐想，这件事很羞辱啊，没有礼貌。其实我上一秒钟还在想着要占有我吗？你说这样子，你是我们已婚的人，也不要在这里。我好想看你站起来那么辛苦啊，给大家看一看。所以如果唐志忠在第二名，会觉得对你来讲是不光彩的事情。对，因为我相信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万一跟男生在聊天，然后如果摆露出一个比较性感一点的姿势，那男的看了就傻眼了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女生可能会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被羞辱啊。三位已婚男生当中谁被排到了第二名？好，来丢看第二名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到底为什么没有公信力呢？到底是谁？请看。哇塞！你的今天戴眼镜是对的，你的负分只有一分，高分了，可是太好，是会有一个负分，应该是这个人就对你很有认识才对吧？再不然就你试过人家拒绝，哎呦，能不能透露一下那个负分？会有负分，就是一定有内幕的故事，他知道啊。因为很奇怪，就是其他的给他正分，只有一个女明星给他负分，那个为什么？那个负分女明星是不是两个字叠字？看潘若迪的票数，潘若迪吧，因为他每天看那么多女生，其实可能都有点腻了，所以对他来讲应该是还好。潘若迪，那因为我前一阵子跟他在一个节目里头遇到，我发现他结了婚之后，整个人真是一个大的改变，收敛了很多，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好好的先生，超疼老婆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自己知道如何检点。潘若迪大哥。因为呢，他每次上课的时候都跟一大堆女生在一起，那因为我的身材本身又很像那些那个会去上课的那些妈妈，所以呢，潘若迪大哥基本上看到我都是哎，心灵，然后就走了。钟心凌来回答这一题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有点勉强。我们要问到哪里有美食啊？不止潘若迪看到他，心灵就走，连那个藏獒看到心灵都走了。很帅，严格要求这个受访的这个女艺人要资格要挑过，是是是。钟心凌怎么会来访问呢？起码要具备危险性的。对啊，至少要对问一些什么单身女明星，大概有一半都结婚了。是啊，潘若迪，你唯一的负分来自刘雨柔。啊，雨柔啊，那绝对你不色啊。因为我跟她太熟了嘛。我跟她太熟了。是名模刘雨柔啊。你有对她怎么样过吗？我没有对他怎么样过，我还很照顾他。照顾可能就是一种照顾，因为刘雨柔是那叠字的好朋友，是因为啊，女性是叠字的姐妹，是哦，而且草草的相反，不要再乱讲。上课，然后那天呢，可能班上有新的同学来，对，那个同学呢，这个是很热心，哎，就还打得太早了，穿的衣服也非常的这个特别，要跳一跳就跑出来了，哎呦，哎就跳出来了，
然后呢，玉莹哥发现了之后呢，就告诉我说：“你尽量跳那个动作，尽量跳那个动作，就让他再翻出来，有没有？”好，各位给我十秒钟澄清。你说他要求你训练同学，各位给我十秒钟澄清。我们一起在跳舞，为什么我知道有一个人跳到胸部掉出来的？潘老师是在台上带动哦，他跳到舞台下面来，走到旁边，向后转，向后转，有一个女生胸部掉出来了。大概是一个40岁的妇女，不是你作为老师，不是应该要暗示她说把衣服拎起来？我跟你讲，你们越这样讲，就越会多人注意她。那是她的心，因为潘老师是师奶杀手，那些师奶都冲着她而去的，是有点说要吸引她的注意。所以你认为学生是故意用胸部来勾引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有谁要认领第三名吗？是。应该我们这几个、啊、对了，结婚结婚的最容易是家长不设礼，忘了我也结婚我们另外有一个排行榜哈，我们现在要照严重的程度呢来播放那个片段哈，所以越开始先播放就表示越不严重，越不严重，越轻症，越后面的就会越严重。被誉最正直男艺人的排行榜，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哎呀，当然啦、啊，咱们康熙来了为这次的题目啊做了破天荒的计划呢。康熙来了制作小组拍摄了3周，还在男艺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们利用高科技的偷拍摄影机，假借对通告内容的方式，记录了10位男明星私下最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，就是为了要看看这10位男明星中啊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最好色，和谁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正直男人。好，我们来看前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一次为了测试咱们这些男艺人们到底有多么左怀不乱，制作单位特别派出了咱们战妹假扮成工作人员，还有这个隐秘到不行的眼镜式的摄影机，以及隐藏在这个纸袋中的迷你摄影镜头，让咱们男艺人们露出马脚那一刻会无所遁形呢。这一次安排的测试啊，制作单位选的最坐怀不乱以及最不坐怀不乱的3位男艺人。首先先来看看这些男艺人当中，谁是最乖的前3名呢？当当当，咱们第3名就是以明哥。咱们工作人员安排了宋以明在隐藏摄影镜头前坐了下来。宋以明向来对戏中的角色如此正气凛然的君子，在家中更是有维林姐严加控管。但是工作人员问到这宋以明最欣赏女生的哪一部位的时候，随手指了咱们这位假的工作人员一手，趁机还多看他一眼呢。做单位再把这正妹塞到这以明哥的眼前呢、啊，看看咱们以明哥是不是还能对正妹视而不见呢？正妹工作人员换了位置之后，哎呀，咱们以明哥果然很顺眼啊、哦。这个一鸣哥眼神停留在正妹工作人员身上的次数多了一点点，虽然眼睛多看了几次正妹，但是他还算是很正直了，眼神中丝毫没有停在不该停的地方。这次考验算是低空飞过，获得第3名。采访我嘛，在聊。我今天瞄他不算过分，因为他跟你讲话嘛。对，他在问我就回答他。可是他瞄的那个神色有点往下。对，没有。我今天瞄的神色还是有点耐人寻味。因为如果你要受访，你就直接看他的眼睛，可是他是不敢看，他就只好用瞄。对，态度是很。对你受访不就好好看人家？直视人家，尊重人家。没有，就他有问我，我就有回答他。所以如果没有鬼，你干嘛不直接看他就好？对啊，有我有看他。没有，你是这样。你是用瞄的啦，用瞄的。那有 VCR 我们没看到吗？我请教10位男士，就是说，这个正妹出现在你们的工作场合的时候，心里面有怀疑有鬼的举手好吗？我是真的有鬼，因为他们跟我说是康熙新的工作团队，然后要跟着他一起来学习说怎么访问来宾，可是哪有工作人员这么不正经的？他穿的是这样子，肉五哥一半哥，而且每次还要一直插话，突然间抢一句话进来问，我就觉得。好怪哦 ，OK， 对啊，可是也没有防范之心吧？没有，是暗自窃喜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康熙有这工作人员不错，而且我们今天来都想看到那个工作人员，你没有？今天来找，还在找，今天来录通告还在找了一下有没有？我今天特别找了一轮的找来，我说，哎，阿鲁沟妹总，康熙调查局这个单元还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。观众朋友们，是不是也乐在其中啊？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下集继续带您回忆。